现在是晚上10:22，开了差不多50公里。看了一下这边的车牌，还是川 K， 等于这边还是在内江地界。看到了，这边叫双凤镇。明天早上起床，在这边吃个饭，这里边就是小镇。吃完饭出发，这边应该是临时监督检查站哦，在这边露营。这边停了好多车。10:20，这小镇已经基本都睡了哈。在城市里边的话，现在还灯火通明。回到我的小城堡里边，一会儿准备洗个澡。太热了。5块钱是吧？嗯。昨天晚上停的时候没看到。啊？我停的时候没看到。我跟你说。我没听到。啊？我没听到。我说我停的时候没看到那里边写的收费。嗯。我以为是政府的呢。啊，就免费的。这是个人的哈。你要进来吧，等不到，等不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昨天没注意，没事没事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哎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我看这边写个什么？啊，我看这边写个什么检查站，我以为这是检查站的地方。检查站哪里写的检查站？啊、就是防什么防疫什么？那个猪儿检查站。啊，对，什么临时检查站嘛，兄弟。检查猪儿是那个收房间的。啊，在那边。啊，那个是收房间的。啊，我以为这个临时检查站是停，正好停在这边。对，是的。检查猪儿。哦。我是一个，他进去检查噻。我昨天晚上看这边停了好多大车，我以为都可以休息的。大车都付了，都要付钱的。啊，都付钱的。行，谢谢啊。我问一下，这个水怎么卖的？我想买点水。啊。多少钱一桶？一升的。几块？小的十块。小的十块。那个水桶都是浇不透的。没事，我把这个，我把我的水桶拿过来，然后把这个了你的这个三等件倒里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哎，这是8块哈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刚才在这边正好加了点水，加满了以后还有点，我就倒我这个保温杯里边了。这个停车收费标志在这里，昨天没看到。这边叫双凤镇，我得抓紧找一个吃饭的地方。去哪儿吃呢？随便吃点。不行，这么走就走出小镇了，我得往回开。吃这个吧，都差不多。我看一下。哎，铺盖面，铺盖面。老板，铺盖面有吗？多少人啊？多少吗？啊，2两。2两。啊？4块。啊，2两4块。OK， 铺盖面，谢谢。铺盖面4-2两。这小镇的物价很低，铺盖面4元。甜的吧？甜的。好，来一碗。辣椒吗？少放一点。要啊。啊，少放一点可以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嘞。哇塞，4块钱一碗。好多哎，还有肉，厉害。凉的银耳汤，里面是红糖，下边冰镇啊，哇塞，尝一尝啊，哇凉，
这面的味道还好，不过都是肥肉，我吃不了肥肉。超级宽的面，怪不得叫铺盖面。我去，这是虫子吗？这看一下。看一下这是不是虫子。面包虫好像。哇塞。好像真的是虫子。不是，算了，我去。不吃了。喝这个银耳粥吧。快吃完了，正好吃完最后一锅面，发现了一个虫子。这顿早餐花了6块钱，一碗银耳粥，一碗铺盖面。6块钱的早餐虽然很便宜，但吃出了一个小虫子。那个虫子应该是面包虫吧，很小，就是菜虫子，还好不是蛆啊。我今天得加点食用水，然后洗衣服，找个空地。到达这边的中石油，先加水再加油。这边的石油是6.81块，在这边加水，水管。这水压没办法加水啊。我得加1小时都加不满，不加了。刚才本来想给我这个水袋加水，结果这水袋不透明的吗？加的水都发黄，全都是水锈，不加了。现在准备换一个加油站加油，然后加水。一会儿得把刚才加那点水全部放掉，因为水锈太重了。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压黄色实线。看我刚才接的水这颜色。到达隆昌市，刚才加了油加了水，然后找地方洗衣服。困了，快睡着了，我就在这路边这块歇了一会儿。这边是泸州，泸州哪个区我不知道，再往前走应该就是泸州市了。睡了一觉热醒了，开风扇也不管用，全是热风。今天阳光挺好的，一会儿准备洗衣服，攒了好几天的衣服，正好今天接了点水。先去后面把我的洗衣液拿出来，在这里，然后一会儿把遮阳棚拿出来准备洗衣服，这些都是要洗的。洗完挂外面一会儿就干了。刚洗了几件短袖，一会儿准备用我的甩干桶甩干，小小热的。这是我的遮阳棚。很多人问这个我的车是不是没有遮阳棚，有的，只是我很少用，因为在市区啊，包括乡镇啊，没办法用。你不可能搭在车位上吧，占别人的车位，只能在这种郊区用。然后这边就是一挂，这是活的，可以拆卸的。谁说我的甩干桶没用？甩完以后特别干，比手拧的干多了。一挂已经挂好。这边是飞机场，看一下飞机。很多人问我是怎么洗澡的，甚至我还看到有的人说我旅行100多天从来没有洗过澡。今天呢，正好在这里洗澡，我就拍个视频吧，展示一下。这是我的淋浴帐篷，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洗澡的。得先换个拖鞋，帐篷先放这儿，小小的这儿呢。
我一会洗完澡给小小洗个吧，给他凉快凉快。先换拖鞋，看看怎么洗澡。这就是我的淋浴帐篷，这里打开，等会儿展示。我先把这个地钉挂上，不然以后洗澡帐篷刮飞了。哎，这只有只野猫，是不是野猫？看，它没看到我。这猫看着好瘦。地钉已经钉好，四个地钉。这是我的工具箱，看，在这里边洗澡。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把我的淋浴头拿出来，这里边是个热水器，看到没？热水器。这是淋浴头，花洒。现在把这个花洒先挂这里，哎，挂这里。我先去把车门锁一下，不然洗澡的话，有小偷什么的不行。这里边是我的沐浴露之类的。洗澡用的，小小，在车里边待着啊，一会儿给你洗澡。好的，现在准备完毕，准备洗澡。先不拍了，朋友们，我准备洗澡了。我得把相机藏一个地方，藏这下边吧。哎，放这里也行，这里。我在这里说一下，就是我目前洗澡呢有三种方式，第一种呢就是。像现在这样子，在后门搭一个淋浴帐篷，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有场地的情况下，在市区啊，或者是乡镇啊，这样洗不了，只能在这种野外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经常用的方式，就是在车里边接水，在车里边简单擦一下。第三种方式就是去开钟点房，那个在宾馆里边洗。但是我一般情况下不会特意开钟点房洗澡，我肯定是充电啊、洗澡啊、洗衣服啊等等加一起才会去开房。